发射你有挂载于机翼派龙架下方的小牛飞弹，为印栅栏，笔直朝目标炸射，展现强大火力。这是空军113年上半年空对面实弹投掷训练实况。各连队飞行官凭借优异飞行与射击技巧，精准命中目标。 小牛飞弹是空对地精准打击飞弹，因为有红外线巡标头锁定，专门针对海上船舰进行攻击，有效射程高达48公里，加上高爆头弹，可以打穿船舰钢板，给予敌军重击。如今军文社释出罕见画面，也展现我国空军平时落实训练成果，保家卫国，捍卫领空。